依家我 boss 哥博西哥想拉你班烂摊讲名媛游乐场。我是港香煎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向九龙旺角开果间，用明朝果个日月明果间名媛游乐场。不是话果间向香港北角英皇道由 Bellevue Hotel 改造后，在佛历2461年6月17日礼拜一开张。果间用声明果个名嘅名媛。果间地方大号能多，仲做过联话港创俾人踩影话戏。呢间名媛亚野之前已经做过两段片。如果你班烂摊上知就唔该架机睇返啦。boss 哥博西哥大佬，你即是讲响佛历2493年7月7日礼拜五晚八点钟，由东莞陈太记过刀爆竹大王陈兰芳啦佢剪裁开张，向对面海旺角弥敦道啦登加士街交界，即是旧摆东方烟厂过树。呢间嘢都系由北角英皇道果间月圆果福建老老细开噶，阿布拉罕阿巴罕细佬，所以佢啲设施啦北角英皇道月圆好捻似噶，不过入场费就听月圆一半，事关对面海啲人一向都系穷啲，大人收五毫子，倒机就收两毫半子，仲包玩一种机动游戏。可惜只系得过半年货仔，事关赤祸蔓延，共匪斯巨大陆之后，大批难民死落嚟香港，搞到民不聊生，边谂过有多余银子有心情去死落游乐场玩先。而且香港突然嚟多一倍人口，都冇地方俾佢哋猫，所以肯佛历2494年初，东方烟厂快地个鬼佬业主就入禀法庭，要收返快地嚟起楼搵银子，呢间名媛游乐场咁就还捻完啦。